冷子峰。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？冷子峰，千万不要冲动。要是比赛前受伤的话，你的努力就白费了。嗯，我接受。我会在月二三的时候，当着全世界的面打败你。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已经退出曙光队。为什么？这你管不着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敢不敢接受我的挑战？来就来呗，反正没有你的曙光队也挺无聊的，就当是赛前热身了。喂，要不要跟校长讲？不应该。现在开始的这十分钟，我们是在做实战训练，明白吗？还击，得分。哎，这学会死亡华尔兹的人，速度不会这么慢吧？张海英，你手怎么了？你受伤了？不关你的事，比赛继续。算了吧，等你好了以后，再来找我吧。不用等了，我手不会好了。这是我练死亡华尔兹留下的后遗症。你当所有的击剑运动员是傻瓜吗？他们不会学着你看视频学扬言的死亡华尔兹吗？但很多人的身体素质承受不了这么高强度的训练，所以受伤、重伤，甚至武功全废。我承认他是一个大绝招，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。如果只有一个人能使用死亡华尔兹，那这个人只能是我。我要证明我的死亡华尔兹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。把剑拿起来，把剑拿起来！这死亡华尔兹到底是什么幻术啊？怎么学会的人没一个好下场？不好意思啊。难道你不想赢我吗？你不想证明自己的华尔兹才是第一吗？死亡华尔兹是为了保护队友、守护国家而存在，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骄傲和虚荣心。这一切都结束了。比赛结束。不，比赛没有结束，比赛不能结束，我还没有战胜你。拿起剑来，我们继续来。你连自己都战胜不了，怎么去战胜别人？快回去吧。冷子峰，小心。好。